之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啊，今天终于啊睹物思人，终于看到本人了。没错没错，大家好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哎，风和日丽，今天重要了，你知道为什么？中午啊，下午一点，哎，一起来挺上大，一起来做爱冠军，下一场比较，没错，一整天都是沉浸在棒球的世界里面，我今天也特地穿了 CT 的衣服来上，都是对上我们野球TV。那这个频道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热心公益的频道。他们成军以来呢，就是一直致力在棒球。他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垃圾。台湾格斗界顶流的 YouTuber 阿飞杜日麟。接下来介绍背号62号台湾脱口秀先驱者之一。接下来介绍背号44号可能比爸爸还要帅棒球界的周汤豪黄少昕。 同时一起出场的是来自就是爱喜欢的严俊威小朋友张嘉诚小朋友。接下来介绍背号0号先发三垒手全亚洲顶级棒球 YouTuber 野球 TV 一日限定，今天从日本搭机来台的超级外援 Thompson 德叔。一起出场的是就是爱喜欢的蔡杰瑞小朋友。 接下来介绍先发二垒手全民的堂哥，不是表哥，掌声欢迎全民堂哥陈建堂。就是即使使用虚拟性，我们还是要站在棒球场上打球。有机会大家一定要来看看他们打球。接下来介绍背号77号今天的先发投手蝴蝶之星陈星胡明耀烈。一起出场的是就是爱奇幻的李一鹏小朋友。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野球 TV 士兵队的阵容，今天亮了骷髅的来，可见你们真的球胜的欲望很强哎。好的，我们不枉多让了，我们要先好等你。首先呢，我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上四大先发阵容。首先第一位呢是我们的先发右外野手背号34号。 粉红小闪电韩腾伟，欢迎。搭配出场的是来自老马小巨人的张仲哲小朋友，欢迎。第二位是先发游击手手套专家小孔孔令元，搭配出场的是来自老马小巨人的邱世恩小朋友，欢迎。再来先发左外野手是背号91号钟义大基，搭配出场的是老马小巨人的林星义小朋友。 先发一垒手是演出《女兵日记》男主角宋怀港炮火的永久印度王，搭配出场的是老马小水手的纪国宏小朋友。再来是我们的先发史指定打击，是第45届金钟奖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奖金牌得主，我们的秘书长罐头哥，他现在已经是理事长了。搭配出场的是老马小水手的陈家宏，理事长好，同学你好，欢迎你们。
再来是我们第十三届金曲奖最佳同唱组合得主白宫这一家的大家长，但是每一样事情都得问徐小可的阿Ben白吉善。Ben哥，Ben哥好。搭配出场的是脑麻小水手的林冠博小朋友。再来是我们的前职棒新农牛队捕手及战力选手，现任职棒魏全龙一军的球队管理，右腕黄方友。哥哥好。搭配出场的是脑麻小水手的张龙珍小朋友，欢迎你。再来是我们职棒元年开幕战代表兄弟象的先发，也曾经荣获1984年洛杉矶奥运棒球铜牌的选手，现任上市大首席顾问欧碧华吴俊达。欢迎上古神兽俊达哥。搭配出场的是脑麻小水手的林嘉诚小朋友，欢迎你。再来是我们的先发二垒手，同样也是来自兄弟象不像样女孩的成员，自称黄金二人手阿翔哥。阿翔，阿翔。搭配出场的是脑麻小水手林春爱小朋友，欢迎你。最后我们的压轴是这我们上师大明星棒球队的创办人兼队长，欢迎亚洲天团5566贤智哥孙贤智。贤智哥好。搭配出场的是脑麻小水手林佑希小朋友，欢迎你。不管男生女生都要一起爱棒球哦。以上就是两队的先发阵容，请大家给予两队热情的掌声，还有小朋友热情的鼓掌。是先发投手。好的，当然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选手，自称南投古天乐，他是跨界的天王，不仅拍过电影，出过唱片，更最近呢更筹备演唱会的百万 YouTuber， 我们蝴蝶球球王草爷。哇，今天是蝴蝶球大对决啊！等下大家拭目以待一下，到底谁的蝴蝶球比较犀利？好期待哦！哇，搭配的出场的小水手呢，是我们陈嘉玉小朋友，欢迎你。哎呦哎呦，差一点呢，我们差一点把我们的制胜的关键呢稍微的晚一点，我们想了压轴就是这样啊，哎，让你们吓了一跳，让我自己也吓了一跳啊。好哦，先发投手压轴应该的，应该的。草爷是我们南投之光啊，我小弟我也是南投人啊，所以呢，所以真的是很感谢他特地呢从南投北上来参与我们的，我们其中有一位选手洪炳轩。我们的饼干，他特地昨天从飞机坐飞机回来，就是来参与这项比赛，来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饼干，谢谢你，特地坐飞机回来。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要荣誉理事长孙贤智贤智哥来为我们致辞。现场所有的长官，所有的朋友们，以及正在看直播的所有的朋友们，谢谢你们。今天的这个红白明星公益棒球赛已经是今年的最后一场，但其实一年我们能做到的也就是努力办到两场。那其实从过去一路走来到现在，今年第19年，这条公益路也从来都没有断过。那我自己觉得会比较感伤的是了，就是好像进场的朋友一直在减少当中，可能是呢台湾的棒球越打越好，这好像也是好现象，因为越打越专业了嘛。那我们像我们这种比较非专业的，然后玩票性质的，大家觉得说啊，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刺激，但是我们还是得要跟大家说，谢谢你们来到现场，也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手中的每一张发票，谢谢你们愿意付出的时间跟爱心，这就是在做公益。我们球赛的性质也是在做公益，虽然我们不是那么专业，虽然我们不是每一个都是棒球科班出身的，但是大家都爱棒球，也愿意为了公益来做付出。同样的，我们在球场上，我们也会拿出100%的力量，还有拼劲，希望这个公益赛事圆满成功，也希望大家今天看得开心，看完之后回家继续迎接中华队的金牌。谢谢，谢谢贤智哥，谢谢贤智哥，贤智哥一定金口玉言，我们今天一定可以拿下冠军。是的，好，接下来有请。
特别主办单位，至此有请国际福伦三位协志老师理事长，还有我们各位这个校长上的我们所有的福伦社的社长们，以及我们的秘书长宋斌，以及我们中华幼儿棒球协会的理事长，还有我们周大律师，还有我们各位贵宾，还有我们各位前来这个一起做公益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还有我们的野球 TV 的队友们，还有我们的这个张师长的队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国际福伦3523地区2024-25的总监 Gordon， 今天真的非常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来到这里参加这一场公益比赛。在这个球场里面，我看到大家的热心，更重要的是我看到我们的爱跟我们的希望都在这里。尤其是刚刚我们理事长也非常客气，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因为它带给我们所有的这些幼儿、这些身障者一个非常棒的希望与爱。我们大家是不是以掌声来鼓励他？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鼓励。那我在这边呢，这个祝福大家今天的球赛，大家这个玩得愉快。那我相信我们今天一定会相当精彩，因为两队都非常非常精彩哦。那在这边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谢谢。还有我们在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还有直播面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幼儿棒球联盟协会理事长林俊廷。那感谢我们理事长在我们幼儿棒球联盟协会成长的每一天都一直在支持我们。那么今天呢，是我们台湾棒球30年来最美好的一天，因为我们有早上醒来有最美好的天气，然后有最适合打棒球的天气，有最适合的场地，有最棒的各位。那我们好好享受今天在今天所有的行程，然后晚上期待我们中华队的金牌，享受的今天，谢谢，谢谢，谢谢理事长。接下来就是我们运动礼仪，来请大家响起热烈的掌声。我们的所有的小朋友呢，今天呢也是我们的受赠单位，只要大家捐5张发票就可以进场。希望我们能发挥爱心的力量，帮助各位社会上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小朋友很不简单啊，也是很热爱棒球啦。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他来担任我们的运动员宣誓，来。
一队特技表演加开球。没错，那担任我们的开球嘉宾呢，是我们台湾幼儿棒球协会理事长林俊廷理事长，有请。有请，有请理事长。接下来是打击嘉宾，是我们的野球甜心凯一，欢迎凯一。担任捕手的呢，是我们的捕手嘉宾陶磊教科书许峰斌教练，教练有请。欢迎。那同时也要邀请到我们的主审孟想渊老师来担任开球的主审。老师好。好，我们呢现在呢，我们请没关系，理事长你先在投手丘就定位。没错。哎，理事长要站到投手丘上面没有问题，这个距离是 OK 的。OK 了，刚刚热身过了，没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场上的开球嘉宾。好，开球仪式，请开始。